这个是什么？有没有知道的？哎呀妈呀！我尝一下啊。生巧抹茶的这个是。李大橘海苔的这个雪糕，海苔的味道，整个蛋黄的，然后咱们今天用这个手指头哈，看能不能滴水成冰。紫薯酸奶雪糕，尝一尝啊！太好吃了。红丝绒，芝士抹茶雪糕，成功哈！有没有知道这个是什么的？